真欢喜，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去欧洲，可是我们都去参加当地的音乐节，把台湾的音乐文化介绍给欧洲的朋友。我们第一次跟着侨委会去欧洲参访，心里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以前都唱给老外听，这次要唱给我们的侨胞听，唱给 更多人可以听。那第二首歌带来更有我们台湾新庙会文化的一些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九天玄女》。
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要把这套演出带到海外去？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长期在海外演出，这个才是我们的文化，这个是他们所没有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会有兴趣，这样会吸引他们的眼光，对不对？对。越在地越国际，越在地越国际。所以带来一首我们跟九天合作的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，那我们也因为这张专辑得到今年度的台湾的最佳乐团金曲奖的肯定，谢谢。淡谷人生，淡谷人生。交给下一个演出者，知名的主持人子君。